笨蛇甲宝贝，这毋是以前我学画图的时阵用的蜡笔，原来伫遮哦。这款蜡笔明明就够会当用啊，直接弹掉就浪费耶。也毋过我已经用袂着啊，用袂着的物件就是笨手，留落来要创啥？那无安尼啦，咱伫个网络义乌义乌好啊，无得开通换着有路用的物件哦。也毋过这是用过的蜡笔呢，敢有人想要爱？这嘛真歹讲啊，无得靠你的本事，真有可能是别人的宝贝啊！相信我啦。感情就是安尼。丁丁，丁丁，进来，加长寸笔好啊、哦。等呢，今日哪是食糜啊？刚无碰糖食。唉，我嘛无法度啊，烤面包机熊熊歹去啊，所以今仔日只好改食糜啊。有人想要用一粒苹果来跟我换蜡笔呢？安尼你换，我上介意食苹果啊。苹果袂歹啊，我嘛感觉会当换。好，换。啊，即个有人要用环保袋来跟我换苹果呢？苹果食掉就无啊，要唔过环保袋洗洗，还佫会当用。换。啊？想袂到我无爱滴个旧蜡笔，竟然佫会当换着环保袋呢？还未结束嘞，无得卡，阁有人摕其他的物件来跟你换环保袋哦。啊！咱即摆换着一粒石头啊呢？应该无人会想要提这粒石头了。无一定哦，这真歹讲。哦，这是啥物啊？有人要用橡皮换咱的石头呢？因为我伫收集石头，看到这粒石头了后，感觉伊真特别，所以才想要换看卖。啊，那这张相片是我少年时阵跟我介意偶像翕的，非常珍贵哦。因为这位偶像真少会跟粉丝翕相。要换无？要唔过我根本就唔爱这个偶像呢。我感觉卖换啦，这张相片一定袂有人要滴。嘛对，敢若有淡薄仔困难，要阁想知呀？摩的卡会有予人料想袂到的结果啊？卡出最后真正画袂出去，大不了把橡皮弹掉就好啊。飞弟，我嘛无想要这粒石头，得改换啦。好，拄只表演非常精彩，接落来是上重要的部分，要开始抽奖啊！啊！这张相片是？什么？有人要跟我换相片呢？啊！哪有可能？你问伊摕什么跟你换？问我要摕什么物件来换相片哦？这嘛？815号，好，恭喜这位好运朋友得奖。是我，815号是我，就摕这来换啦。哇，是烤面包机！代志哪会这么好啊？我一定要介意我。恁两个这么需要烤面包机哦？奇怪，这俩是为什么要摕全新的烤面包机来跟我换一张旧相片嘞？我想伊可能介意这个偶像啦。我问看卖哦。为什么要换相片哦？因为这张相片后边那栋建筑。刚好是我以前住的地方，那充满我跟亲人的回忆，只可惜厝早就已经拆掉了，那个时候也不记得留一张相片，真的想不到今天竟然还能看到我们家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那烤面包机，怪不得我本来就不喜欢吃胖，老了也没路用啊。对我来说，这张相片比一台全新的烤面包机更加珍贵，更加有意义。您真正提丁丁买滴的旧蜡笔，换着这台全新的高级烤面包机哦。
想，这就是伊有伊有趣味的所在。嘿嘿，想袂到吼，真是足好诶！对今天的开始，早顿阁有膨胀阁会胖会当食哦。耶！经过这个伊有伊有游戏，互我真正了解到，其实事物的价值并无一定的判断标准。亲像是迄位阿舅，并无介意食胖。所以烤面包机对伊来讲，就是无路用的物件。也毋过对其他的人来讲，一张一点仔意义拢无的老厝旧相片，煞充满伊细汉时阵甲亲人的回忆，是一项无价之宝。原来真侪伫咱眼内感觉无路用、无啥物意义的物件，对别人来讲，煞是真珍贵的宝贝哦。